喂，苏拉，这个时间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呢？你要请我吃饭啊？难道你的车又坏了，要需要我帮忙？不，等一下。喂，袁静。Hello， 美女们。你们都在干嘛呢？我在看 V， 分析一下我们的服装。哎呀，干嘛分析？已经过去的。说实话，我的 style 才牛呢。不要说了，你们还记得今天的任务吗？啊，对了，那个网聊美女，那么漂亮的女生有什么苦恼呢？你告诉她，我当她的男朋友好不好？袁静啊，你是来自星星的吧？你吃药的时间该到了，你们还是在家呢，咱们两点要见面的。喂喂，你在说什么？听不见。袁青，你怎么又开始了？今天谁要是迟到，就死定了。过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访。好。先跟三位打个招呼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欢迎欢迎。我呢想先问三位第一个问题。三位是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项活动呢？刚开始只是想做一次特别活动啊，但是渐渐发现帮助别人解决困难，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。有的时候也有困难，就是得不到圆满解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就会特别的伤心。那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有没有什么事是让三位都印象非常深刻的？是的，那是四月的一天，阳光合适。还有十分钟就到了。你们在路上了吧？50分钟以后就到了。妈妈，一会儿见吧。好，那我们咖啡厅门口见吧。OK。玛丽，怎么办呢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又要迟到了呀？我的胎又坏了。那你快点吧，我们等你。别担心，马上到。是啊，我们有点来晚了吧？他在哪儿？是他吗？冰冰，那个他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形式。我觉得挺好吧，感觉挺独特的。我觉得爱一个人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当时真的很担心，不知道冰冰真的能够转身成功。冰冰小姐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不是，你在逃避吗？你们刚开始演的不行吗？
我们有点来晚了吧？他在哪儿？冰冰小姐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好像和照片区别挺大的。区别挺大，完全是两个人呢。你仔细跟我们说说吧，不要紧张。我已经2年没有出过门了，和初恋分手后，我就完全崩溃了，我再也不想迈出家门一步，然后就慢慢的长胖了，更不敢出门见人了。然后呢？哪里出了问题？前段时间我跟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天，当然我用的是我 P 过的照片，不过那个男生长得真的很帅。哇，真的挺帅的。所以你想要见他是吗？不过我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我才喜欢他的。那你为什么喜欢他呢？我所说的一切事情他都能理解都能懂，而且喜好也很相似啊。那你就去见他呀，如果他真的是你说的那么好的男人，他一定不会介意现实中的你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不管他是多好的男人，他也是看过那个 P 过的照片才跟他聊天的，如果知道被骗了肯定会跑掉。不会吧？这个也可以吃吗？吃吧吃吧，全部。可是你是真心想要减肥吗？你有自信吗？不在逃避吗？那从这个开始，麻雀豆240大卡，芝士蛋糕350大卡，松饼480大卡，这种长胖的东西都不许吃。从明天开始减肥不行吗？冰冰，辛苦减肥，到底 Teddy Bear 是什么样子？他也会喜欢冰冰吗？我们去确认一下吧。冰冰心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想吃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头发。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检查过的，哪里？
冰冰每天那么辛苦减肥。到底 Teddy Bear 是什么样子？他也会喜欢冰冰吗？我们去确认一下吧。你们要点餐吗？你是查生吗？什么？你不是 Teddy Bear 吗？你的网名就是 Teddy Bear， 你是用这个名字跟 BB 联系的。你们想吃什么？那个什么，你是 Teddy Bear 吗？哦，我听不懂。你是 Teddy Bear 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韩国留学生。韩国留学生。哎，服务员。Sorry， 你们慢慢选吧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别急别急，我们要不然给冰冰先打个电话吧。他是韩国人，那就不可能是他呀。冰冰，喂，怎么回事？他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谁不见了？他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发信息的时候显示账户已经注销。怎么办啊？如果不是都敏俊的话，那到底是谁做的这种恶作剧呢？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他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是尽力了。我们也去找过那家网络公司，当然他们也不会轻易泄露会员信息。他就这样消失了，肯定会有更好的男人出现的。以后就忘掉 Teddy Bear 吧。我完全没想到会出现那样的情况，真奇怪哦。难道我们就这样放弃了吗？真奇怪，可是我们都确认过咖啡店里所有的工作了。女的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检查过的。哪里？厨房。这样放弃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检查过的。哪里？厨房。你怎么能脸皮那么厚呢？你怎么可以盗用别人的照片上网呢？你这是违法行为，侵犯肖像权诈骗。都是因为你知道冰冰这个月多辛苦吗？我是想告诉他真相来着，但是我害怕他失望，所以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你这是践踏别人的真心，一句对不起就够了。我们走吧，你不要再骗人了。哎，
我真的没想骗人，而且我知道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。你们不是能帮人找到爱情吗？那帮帮我行吗？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只要把这份歉意转达给他就行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帮帮我。当时冰冰说，其实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喜欢 Teddy Bear 的，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互相的心灵相通，他为此还特别特别的高兴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我不是很相信的。我们纠结了很久，因为冰冰应该挺难过的，突然这样的情况，她会不会更不能接受？所以我还是觉得真心应该会打动人的吧。现在有点堵车，我们可能晚一点，你先喝点什么，我们马上到。杜米舅娘，解决了吗？当然了。请问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我们的餐厅提供点歌服务，为您播放喜欢的歌曲。如果您有想什么听的歌曲的话，请写在这上面。知道了。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。生日快乐 ，Today 生日快乐 ，Tomorrow 生日快乐 ，Everyday 生日快乐。OK，OK，Thank you。很好。他的表情在变化，青春期长。Teddy bear。哎。冰冰他笑了，菜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你们那边一切还顺利吗？你的菜要好吃，那才是亮点。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嗯。我没有点这个。今天有一个试吃活动，可以随便吃的。
先不要吃太多，铁钻还在后面呢。铁力兵，就是现在。有点多啊。我是特意为你做的，希望你能多吃点儿。为什么呀？你比照片好看多了。啊？你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的，但是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勇气，所以那就算这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也想你能够尝尝我亲手做的菜，哪怕尝一口也行啊。他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对的，你说希望这次考试顺利通过。希望你这次考试能顺利通过。聊天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不喜欢胖女孩吗？我要是尝一口又发胖了怎么办？那就明天开始减肥呗。成功了！冰冰和 Teddy Bear 两个人现在谈恋爱了吗？当然，他们都肉麻死了。可是我觉得冰冰又开始长胖了， Teddy Bear 也是发胖了，对不对？那又怎么样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照样会有人爱啊。对啊，明天开始减肥就好了。对了，对啊。在爱情面前，一个人的美并不在于他的外表，而是在于他的内心。一切困难都会被克服的。如果你今天遇到的难题还没有找到答案，那么没关系，让我们从明天开始。特意为你做，希望你能多吃点。
聊天的时候，总有一天我会收成一道闪电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, move your body now. 明天见，飞又上升。我想说节目的最后，三位有没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讲的话呢？如果你们有什么困扰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国宝酱加油。今天尽情享受。